光熙遭遇最强对手，木村拓哉长女娇容曝光出片道术。木村拓哉与老婆工藤静香育有17岁大女儿新美及15岁小女儿光熙。光熙五月进军日本时尚圈后深受各界注目，被誉为最强新二代，传新美也将跟随妹妹步伐进军演艺圈。虽然她今年参加长笛比赛成绩不佳，但仍获多间唱片公司青睐，随时都可能出唱片当歌手。而她先前参赛照片也在网上流传，长相也终于曝光。网友比照新美与光熙的相貌，都表示妹妹颜值比较高，也比较像爸爸。在身高上，光熙有一双长腿及170公分的高挑身材，而新美目测约150多公分，比较娇小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新美现在仍就读国际学校同朋女子高校，从小到大接受良好教育，说的一口流利英文，也精通法语。她天资聪颖，热爱音乐，小学时曾在音乐公开赛中成功夺，但八月时参加全日本学生音乐大赛的长笛公开赛却没能入围。虽然日本各家唱片公司对她颇有兴趣，但她的学校明定不准学生当艺人，所以他要等到明年初毕业才能正式进入演艺圈。